请收看慈悲心法语。以烦恼心念佛，与佛不相应，用清净心念佛，与佛能相应。因为本性是清净，是无量光无量寿，所有的生灭法不如一念的不生不灭心。愿我们觉醒的花园百花缤纷齐放，愿我们为家家户户带来安详喜乐。正念不是一种玄之又玄的哲学命题，它就在走路、洗碗、刷牙、扫地等日常生活当中。有正念的地方就有宁静，不知道这点即使独居也静不下来。就打怕没那让战赢过想家喽让战赢呀。
切我们所看到或感受到的东西均属无常，无一能永久留存，无一是永恒且坚固的。四心不如那嘛真故乡家嘛真呀，对一切有情众生升起满意的慈悲，乃是实现诸佛菩萨愿望的最佳方式。身为一个初学者，我们可能无法给予众生太大的帮助，但你应该不断观修慈悲，直到整个人充满慈悲为止。今生我们有很殊胜的机会学习佛法，能依止上师，亲近善事，这都是累世修来的福报。我们无法确定未来世能否再植育这种善缘，因此修学佛法一定要把握机会。生命不断地变化，所以有苦。试问，孩童时的快乐还在吗？记得多少？
可否重来？由此体会无常之苦。你就让我们都在前面就在那边都没救呀你在那里的没救呀东家那里的恰救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普世的责任，要带给一切有情最就近的安乐。要经常禅思，我对一切有情的宁静与安乐负有责任。空性的实体就是慈悲，没有真实体验慈悲，即使自称证得空性，也没有什么意义。路径一途跟自若然地里一个路路路以智慧时时修正偏差的方向，以慈悲处处给人方便。Oh.